燕和陈冠霖在近日八点档演出一对，而在剧中怀孕的李燕意外不断，最新剧情中李燕被小人陷害致死，一尸两命的情节让不少网友相当崩溃。不过李燕在直播公开喜讯，有网友询问还会回八点档演戏吗？对此李燕不把话说死，表示目前没有演戏的邀约，但可能九月或是十月吧，一切都还不一定。网友一听到李燕可能还会回归都很开心。而李燕暂时下戏后，除了忙碌品牌外，也要治疗声带旧疾，目前李燕声带两侧都有长茧的情况，医师则建议可以先透过吃药治疗，吃一周回诊再看有没有改善，如果真的没办法才会帮他动手术。目前他的声带是没有办法闭合的状态，不论是唱歌或是说话都会有缝隙，没办法短期就改善，希望赶快趁这段时间好好治疗，继续带给大家好作品。